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瑞德。今天瑞德又来试玩一款新的手游《Marvel 未来之战》。那相信大家应该都会在最近注意到这款游戏的广告，就会看到那个尼克·弗瑞一直在镜头前面号召超级英雄们。那身为一位 Marvel 的粉丝，那瑞德今天就是要来玩玩看这款游戏啦，是不是？哦，那游戏一开始呢，我记得它是放在曼哈顿市中心诶。哎呦，这是索尔跟那个什么黑豹是不是？奥丁森·索尔怎么会这个样子啊？为什么复仇者没有早点被召唤？那看来我们的就是曼哈顿区域大概已经毁灭了吧？黑豹、神盾局被瘫痪了。你看黑霹雳仅有两位接收到我的短讯了。点点点，这是黑霹雷、黑霹雳、黑霹雷。地球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，提恰拉？我们所了解的只是发生了大入侵，看来我们的地球又毁灭了，又发生大毁灭了，是不是？那这款游戏呢，它就是会有剧情啊，对，会有剧情，所以说我们可以边阅读剧情边玩这款游戏哦。请处置所有敌人，它控制的方式呢，它会有上面有按钮，对，大家会看得到上面有按钮。哎呦，敌人，敌人假赛，确实，哇，造雷，哇，好帅哦，哇，这款游戏真的是爽快耶，去死啊！更什么的，对不对？然后你会看到它有那些技能条啊，那技能条它会有 CD 时间，但是你爱怎么放你就怎么放，反正可以把敌人打死就好了。对，把敌人打死就好了。现在是教学模式是不是？那我们现在在哪里啊？点击合作攻击 ，What？ 可以合作攻击哦，我们可以换角色哎。哇！我们现在控制的是谁啊？奥丁，这是我的朋友史蒂夫·罗杰斯哦。是美国队长，史蒂夫，快睁开眼睛！我们要准备去看内战了，是不是？停下来吧，索尔啊！你怎么会这么说呢，朋友？队长，他到底在说什么东西啊？我说停下来吧，索尔。哦，黑豹在阻止我们的索尔，是不是？已经没有生命的反应了，不会吧？死了吗？真的假的？又一个黑豹哎、欸！而且这黑豹名字是红色的，看起来是坏人。什么红色拖他当坏人，蓝色就是好人，我真的不懂，红色错了吗？瑞德就是红色啊，对啊，提巧了，是你吗？这里还有你跟黑霹雷，我们很快就找出你们真实身份，你们再也假装不了哦。所以说，看来是有另外一派的超级英雄是属于可能就是反派角色吧？对啊，你永远逃不了雷霆之怒的审判。哇，好中二哦，怎么这么中二啊？所以我们要对抗我们的反派了吗？分身反派是不是？我们用索尔好了。去死！呀、yeah! ，我管你是谁！呵，哇，好帅哦！哦哟，死光了吗？哎、欸，他一开始就这么帅，这款游戏到底怎么回事？然后打得这样乱七八糟的，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哪里耶。两个索尔看起来好乱哦！哎、欸，他怎么那么难打？哎、欸，他小后不会吧？哎、欸，我失去讯号了。哦，我以为手机坏掉了、欸。对啊，我还以为手机坏掉断讯之类的，没想到只是游戏剧情，吓我一跳。女机器人，这边是神盾局安全藏身处。记录结束。结束这场战斗之后，世界就会灭亡。哪里？我是由未来神盾局局长尼克弗瑞派来这里传达讯息的，所以说他是 what？ 哦。尼克局长，福瑞局长的最后讯息：这个世界正来自未知敌人的攻击，我们失败了，我快死了。你死了还有办法能说那么多话，也很厉害。万物就这样终结，我甚至不知道什么，我甚至不知道为什么我失败了。你是我们最后的希望，看来就是我们了，对不对？人类的救世主，女机器人将会送你回到灾难前。所以我们要穿越时空，是不是？如果说你看过 Marvel 的漫画的话，应该就会知道说，它会有那种时空跳跃的剧情啊。那所以说，我是还蛮对，还蛮不意外的。哦，所以说我们这位女机器人是给我们看尼克弗瑞死前的一个最后讯息。难怪会叫未来之战呢、欸，我们要为了未来而战，是不是？因为未来好像被毁灭了吧？照这样看来的话。所以说，我们要回到过去去阻止这场毁灭，阻止这场毁灭。好，没问题。哦，钢铁人还有黑寡妇。由于美国队长战斗模拟正在进行中，所以我来扫描一下他的资料。
哦，所以我们现在来控制我们的钢铁人啊，钢铁人，为什么钢铁人技能那么少？刚才所有技能超多的耶。对啊，刚才所有技能超多啊，我们钢铁人技能就这么少，你是瞧不起钢铁人是不是？好利器，好利器，哇！哦，队长来啦，队长来 PK 啊，队长，我们直接在手机游戏里面上演内战，好不好？内战电影不用去看了啦，直接玩手机游戏就可以了。去死，队长！虽然说我跟你是一队的，喂，感觉好痛哦。对啊，这个队长怎么那么痛？快死了，快死了，快死了！不要死，不要死！打带跑，打带跑！好力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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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力气！呵啊！哎，我要换角色，换角色，我要换黑寡妇，不然我会往生。这个队长太强了！呵啊！耶！你打不赢女人的，我跟你讲。哇，黑寡妇大雷雷，好正！失落的首领。所以那一站就这样结束了，我们就看完了一场电影，省下了电影票钱。我们成功修复损毁的资料，现在我们可以要召唤美国队长哦。所以说我们现在就可以召唤队长了吗？我来看一下，我现在应该可以用队长了吧？确定啊，我可以用队长了。可是我不太想用队长，我可不可以用蜘蛛人啊？对啊，我可以用蜘蛛人吗？要拉脱翼，我可以用蜘蛛人吗？我想蜘蛛人。首先选择一个代号，取名字，那要取什么名字？我们用键盘打好了，因为瑞德有连接电脑啊，我们用键盘打。叫什么？可以打中文吗？香蕉。哎、欸，可以耶，帅哦。那我们要叫什么？红，好不好？东尼红塔克应该就没有人用了吧？对啊，我用的叫东尼红塔克，开玩笑是不是？这样就没有人用了。代号注册完毕，爽。我就叫东尼红塔克。哎呦，直接给你100水晶哎，爽哦！抽角色啦，我来看一下，领都领好不好？确定，这都是我的。哟，一开始可以让你选伙伴是不是？还有这个是恶灵战警，对，没错，恶灵战警也是 Marvel 的。然后力量人、刀锋战士、幻视，我比较喜欢幻视哎、欸，可是没有蜘蛛人搞屁哦。雪伦卡特、鹰眼，哎、欸，还有夜魔侠哎、欸，对，还有夜魔侠哎、欸，白天是律师啊，晚上是超级英雄，对啊，选个冬兵怎么样？我们冬兵来取代掉黑寡妇，这样我们就直接是用内战的角色，是不是？内战主要角色，好不好？我们把黑寡妇取代掉，零都零都是我的。哦，他一开始就送你这么多东西哦。来，我们把黑寡妇取代掉，这样我们就有钢铁人、美国队长以及我们的冬兵了，对不对？酷寒战士冬兵。那这款游戏呢，跟以往的一些手机游戏大同小异，因为它就是要消耗体力来过任务。世界末日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太多的资讯。首先，我们得一步一步来，谁会是那个最大的威胁？九头蛇吗？不，我怀疑这不是某个人贪婪所为。九头蛇也不想要制造大灾难。对啊，如果说坏人如果要制造大灾难，把地球整个毁灭掉，他有什么意义？他只是想统治地球啊。那么只有一个人不在乎后果，谁啊？奥创。哦，是奥创。女机器人，你认为你可以用你的雷达侦测到奥创的活动吗？我会试试看的，队长。正登陆无序雷达，讯号正常，正扩大接收范围，正开始分析传入资料。点点点，莫名其妙。我差点要把它撕成碎片哦。看来我们的钢铁人对我们这个女机器人就颇有敌意哦。什么？自言自语而已。我已侦测到看起来符合奥创能量序列的活动，能量序列的符合等级为 12%， 它正不断上升。嗯，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，但至少能说明点什么。所以我们的主要对手就是奥创，是不是？我才刚，对啊，前阵子才刚看完电影，现在又要打奥创，好吧，那我们就快点吧。来吧，奥创，出来吃屎啊，奥创！奥创吃大便，哎、欸，它可以自动哎、欸。哦，剧情三之一或是 VIP 二哦，还是要买 VIP 啊，不然怎么可以让你挂自动模式呢？哪有那么爽？刚开始就让你挂自动。对不对？去死去死，通通去死！
这些是什么角色啊？奥创的子弟兵吗？感觉都还蛮机械感的。开啦！我们换一下冬兵看看好了。哈，冬兵走路好慢，感觉走路慢慢走。确实，哒哒哒哒哒，哒哒哒，哦，铁拳无敌孙中山。靠，好没用啊，冬兵。冬兵你行不行啊？感觉你好像没什么用哎，冬兵。这。那换队长，每个角色我都想试试看。哦呦，哦，这个是拦截型复制奥创哦，这个也是奥创是不是？干死的猫，干死的猫，吃我的盾牌！乖，走开！我可以那个吗？使用大招，召唤吧！啊，我的伙伴呢？伙伴不见了，我刚才从一大招就没有了。确实。来让爸爸教训你哦，不对，如果说以漫画来讲的话，奥创的爸爸应该是蚁人才对，对不对？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所以说如果说我们照电影来走就不太一样了。耶、yeah, ，升级了，爽升。我来看一下，哎，这边还有个英雄导览，哎，这是干嘛？我看一下哦，英雄导览，选择想要的英雄并完成英雄导览，就可以使其成长为六星英雄。哦、oh, ，六星哎，酷哦！我要哪一只啊？有蜘蛛人哎，好想要蜘蛛人哦。哦，可是猛毒好帅哦。我要选猛毒吗？我们选猛毒好了啦。确定。耶、yeah, ，猛毒，帅哦！那我们这样又有猛毒了，爽歪歪！他就是各种送超级英雄，是不是啊？对啊，各种送超级英雄哎，好帅哦。对啊，猛毒超帅的，你们可以看一下。哎、欸，不对，你看画面就好了。我感觉就很帅。来打一下，失踪的科学家一之三，奥创的人似乎已经控制史塔克塔。我们甚至在那些人中看到什么战争机器，看到战争机器，直接跟战争机器打。史塔克塔看起来好像已经被奥创占领了。谢谢你的新闻，我知道。我喜欢听到敌人是怎么夺取我的家的。我们得抓紧时间啦，东尼。他们是想从你这里得到什么？我怎么知道？那么喜欢攻打我的家，对不对？我只知道他们一定想要拿什么东西啊。可是应该是不会想要拿小辣椒啊，小辣椒是我的。希望汉克皮姆在这边，他就是会制造就会爆炸的东西。对，汉克皮姆就是我们的蚁人，没错。如果汉克没有，我确定你也会做出来。哎、欸，黑寡妇讲话有点贱哎、欸，一定要酸钢铁人几句。那塔莎，快算了吧。你真的觉得我会愿意让这种事情发生吗？我不知道，或许不会是这里，但是在其他次元很难保证。对啊，如果说蚁人没有创造出奥创的话，钢铁人也会创造出奥创，因为电影的时空就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天才科学家总是喜欢制造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。来吧，我们用猛毒，来看一下猛毒强不强。呵，哦，猛毒好帅哦，呵，酷哦。Here， 猴子戏，喂，这，Here， 哇，猛毒好帅哦，他有没有什么大招啊？就是范围招，哎、欸，猛毒快死了，我想说你很帅，结果你快死了，换只，想说你很强的说，结果一下子就快死了，你搞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啊，猛毒你搞没啊？搞什么东西呀、啊？你说我在观众面前说你好像很强，结果呢？结果打没几下血就快没有了，换再继续换猛毒，来练练角色啦。对啊，虽然说猛毒很强，可是你没有练脚，他怎么会强起来呢？对啊，去死！呵，是现在有点强多了，升上二等之后就有点强了。OK， 继续前进。噔，哦，其实这款游戏的音乐还不错哎。欸，这里动你？难道这不是你的吗？看起来绝对像战争机器，但是我怀疑不是罗迪在控制它。你不会说出什么？你不会说话那么白痴？至少我觉得它不是那样的。里面没有任何生命体征，因为奥创可以控制机器，所以它有可能瑕疵哦。所以说我们可以尽情的去打这一位战争机器了。好了，去死啊，战争机器！反正里面没有人，我们就可以尽情的开打了。哇，好像很帅哦。看我用猛毒教训你，呵，好吧，猛毒王打他不痛不痒，打他16滴18滴，
可他打我还蛮痛的。那幻之，你打我那么痛干什么？比我们钢铁人可以打五六十滴是怎样？屌打，这可以拿吗？钱钱。那、啊、地图上也会有一些箱子可以去攻击啊，对吧、啊？箱子可能里面会有钱啊，所以给加蒙特啦，给加蒙特啦，去死啊！还是由我们的钢铁人来收尾，自己创造的东西自己来收拾。耶、yeah ，三颗星，萌萌，发现新英雄。哎、欸，那我们这样意思就是可以控制那个什么战争机器，对不对？啊，可是才一星，对啊，才一星，你起码送个六星的给我嘛。对啊，嘿，等等，我做的衣服绝对不可能这么差劲，骄兵必败，系统坏了，正执行资料初始化，它在格式化当中啊。这家伙太能说了，我让他闭嘴。好，这么简单。我得仔细看这个护甲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。他其实还蛮有，就是每一个角色的自己的个性啊，对吧、啊？像你看钢铁人，他就还蛮真的有史塔克的个性在里面。你确定？我当然确定，我了解我做的是什么，这不是我做的，你有可能是对的。啊，黑寡妇一定要稍微刁他个几句才甘愿，好吧？那这一款游戏呢，就像大家所见到的，它会有就是剧情任务。所以大家可以看到，它可能有第一章、还有第二章等等之类，一直打下去。对，然后它还可以收集各式的超级英雄。假如说你可能对哪个超级英雄或是反派有兴趣，像瑞德很喜欢洛基，那瑞德可能就会一直想要去收集洛基，所以就可以各自一直疯狂去收集啊。对啊，就大致上是这个样子。那如果说你觉得这款游戏很有趣的话，瑞德上面有 QR code， 你可以扫描一下。上面可以扫描一下 ，iOS 跟 Android 系统都有。那如果说你想要了解这款游戏呢，就自己去玩吧。那瑞德今天就先试玩到这边啦、啊，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，我们下一款手游游戏再见喽，拜拜。